至于白衫的梦想 FC 主场大炒李文六球，马高斯禁区劲射破网，以14分钟开纪录。呢一位西班牙中场35分钟又有机会，虽然彭子健挡到，不过甩手，林洛勤冲前射入，梦想半场领先2-0。换边之后，佢哋仲收到李文的大礼，林显廷右路传中，陈廷扬将个波铲咗入自己龙门，62分钟扩大比数啦。佢哋之后继续施压，76分钟拿祖都整一粒，5分钟之后马高斯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，加上83分钟希坚奴推入禁区攞远柱埋斋，梦想大胜6-0。有线电视记者林佩文报道。